菩提达摩大师入道四行观有声书。夫入道多途，要而言之，不出二种：一是理入，二是行入。理入者，为即教悟宗，深信寒生同一真性，但为客尘妄想所缚，不能闲了。若也舍妄归真，凝住闭关，无自无他，凡圣等一，坚住不移，更不随于文教。此即于理明符，无有分别，既然无为，明理入也。行入者为四行，其余诸行悉入此中。何等四也？一、报冤行；二、随缘行；三、无所求行；四、乘法行。云何名报冤行？为修道行人若受苦时，当自念言：我从往昔无数劫中弃本从末，流浪诸友，多起怨憎，伪害无限，今虽无犯，是我宿殃恶业果熟，非天非人所与，甘心忍受，都无冤宿。经云：逢苦不忧，何心故？实达故。此心生时，与理相应，体冤尽道，故说言报冤行。二、随缘行者，众生无我，并缘业所转，苦乐其受，皆从缘生。若得圣报荣誉等事，是我过去宿因所感，今方得知缘尽还无，何喜之有？得失从缘，心无增减，喜风不动，明顺于道，是故说言随缘行也。三、无所求行者，世人常迷，处处贪着，明之为求，智者悟真，理将俗反，安心无为，行随运转，万有司空，无所怨乐，功德黑暗，长相随逐，三界无安，犹如火宅，有身皆苦，谁得长安？了达此处，悉享无求。经云：有求皆苦，无求乃乐，故知无求真为道行，是名无所求行也。四、乘法行者，性净离体，目之为法，言解此理，众相司空，无染无浊，无此无彼。经云：法无众生，离众生垢故；法无有我，离我垢故。智者若能信解此理，应当乘法而行。法体无牵，于身命财行谈施舍，心无牵息，达解三空，不以不着，但为去垢，感化众生，亦无化相，此为自行，复能利他，亦能庄严菩提之道。谈施济耳，于吾亦然。除妄修真，行于六度，而无所行，是为乘法行也。